据港媒，香港演员李彼得生病需要20万港币做手术，黄宗泽知道后主动帮他付手术费。李彼得受访时表示，他一直都照顾我，患难见真情，难怪他能红能发达，人红是有原因的。据悉，两人合作《我的野蛮奶奶》结缘后，李彼得认黄宗泽做干儿子。